燃烧军团正要对达拉然展开第一波攻击，这些囚犯会以鲜血染红超市的街道，只可惜你看不到了。你好啊，别忘了荣耀，朋友。他太远了，我需要先选定目标。闻得到这只恶心怪物的恶臭，行行好，把它处理掉好吗？你杀了爸爸，我要杀了你。我快憋不住了，好吃。
我快憋不住了。我不在距离范围内，我需要靠近一点。能挡住刀刃跟利爪，但是对无面者毫无作用。只要几声细语，他就能把凡人逼疯。
我没有目标。先选定目标。我要点燃你们这些笑眯眯的蠢蛋！我还以为这些囚犯会派得上用场，既然没用，我就亲自出手。可惜我看不到世界毁灭，真是失礼。我们会让你受尽折磨，痛苦的死去。